戴着口罩，员工低调快步走进公司。广达集团关西企业广明电子一名女员工确定染疫，让公司内部氛围相当凝重。前面这些血，所以应该都是蛮多人的，疫情不好，危险。 确诊女员工正是国内22日新增的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案771，也是按765纽吉机师的密切接触者。疫情阴影笼罩下，内部清洁人员忙着清理环境、加强消毒，而外头平常上班时间，很多人走的人行道，为了保持社交距离，也通通绕道分流，但还是有防疫老鼠屎。 肩并肩吞云吐雾，等于直接忽视公司全面从严防疫的内部公告。按765跟771的追踪，因为他们两个活动区域有在桃园跟台北。 秋冬疫情拉警报，危机最高的就在桃园境内，让市长郑文灿召集市府团队开会讨论，看一下目前我们有关于整个跨年晚会的一个场备布置，要做滚动式的检讨。假如从现在到未来这几天，万一还有确诊的，或万一确诊数字提高，那这个就代表防疫风险提高。5月天6场，跨年1场。 元旦升旗一场都按照防疫计划数，因为光是在桃园25日五月天演唱会，31日跨年活动1月1日元旦升旗典礼，大型活动一档接一档，结果演却出现本土案例，从中央到地方通通提升戒备。欢迎新闻陈明彦、洪希宇、黄佩涵桃园报道。